蜜月呢？蜜月在哪个屋？蜜月在哪儿啊？有点害怕啊！我来。锁的。锁住了。蜜月在这边。蜜月。蜜月在这儿。蜜月。这个。没有人说话呀。蜜月。我的强项是推理，但这是密室，不是我的强项。这个是啥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管哪儿的灯呢？这是门吗？我觉得这个门很重要，这个门很重要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不害怕。不是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不害怕。哇，这是什么屋？蜜月。蜜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他受伤了，他额头上。他是被谁带到这儿？他是被人带过来的，应该是砸晕的，是不是？用这个砸晕的是吗？有血吗？没有血。啊？没有血。没有血，那他醒不了了吧？肯定能醒。快，谁伤害了你？醒一醒。继续。你醒一醒，蜜月！我给你弹首曲子，是不是醒了？蜜月，蜜月，我给你弹首曲子，是不是就醒了？蜜月，哎！我的天哪，我快吓死了！哪个是器官啊？哎呀，这个是器官。你慢点。这是谁啊？哎，你们这个门右边有那个小木块，看见没有？哪儿？就这个位置大概。就是、哦，我看见了。看见了吧？拔出来，然后推这个门就能开了。我的天！两块，哎，开了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何老师，哎，那个门旁边有个小木块，你看见了吗？门旁边就是那个隐形门啊，隐形门边上黑色的。我没有隐形门哎。你使劲找。这是个门吗？这应该是个门。但是我要怎么打开它呢？哇，这个原来不光是一个机关，这么多，哦，都出来了。他们呢？那谁出来了吗？这是谁啊？不快乐出来了吗？这是不快乐吧？因为他没有隐形的门，他说。啊？他在哪儿？他在我旁边啊。不快乐。哦，他在这儿。这就是门。可以帮我打开吧？哦，怎么？你帮我关吗？我帮你打开了。这反向必须反向打。哦，这谁啊？你不觉得吗？这谁啊？明星吗？他喜欢大张伟这个明星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他大老师啊？是大老师。为什么会有大老师？身材像大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明大老师来过。但是这都是他出去的照片哦，就说明他自己可以随时出去。在何的房间发现了三张照片，上面这个照片的人呢，是一个貌似。大张伟老师的人，大冒险是不是大老师今儿来了？一会儿又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呢，你看他走的方向是一看就是往外走，就是出马兰古宅的。哦，这个男的，这么一个行动，体型宽广的男子。